後的朋友跟到點啊？三台星和官符星入命宮，三台對事業是有幫助的。官符星是容易有官非的，大家要小心。事業方面是有發展的，所以大家應該要表現自己努力工作，也都因為這樣會有晉升機會。做生意的朋友怎樣？也都很多人會跟你合作，很多chance的。如果你跟虎、蛇、龍、狗這些人合作，大家要多些溝通，避免以後的無謂爭拗。財運方面怎樣？正財投資運是不錯的，大家可以積極一點，但輕輕好，不要分身。愛情方面，如果未結婚的人士，建議大家多些參加這個社交活動，擴闊大家的生活圈子，這樣會提高識異性朋友的機會。如果結了婚的人士，會有機會聚少離多，或者一起時間少，可能工作方面令到你們一起時間少。健康方面要注意農曆七月，不要去夜間去到午夜，揸車也要特別小心。咁幾時開工好啊？首選初五，次選十一啦。咁帶咩吉祥物令你增加運勢呢？帶呢個老鼠就冇得頂啦。